预赛第四名。上法四叉跳上，接跨吊结环，接后小翻。手翻前团完成不错，四叉结环，四叉跳，接路结环，接后小翻。挺身前空翻，仰波跳，接后倒叉，逆转360。大跨跳，接侧空翻，接束分跳，漂亮这穿。毽子弃摆而下。刘婷婷这套平衡木是最具美感，也就是它展现出了平衡木所需要的节奏感、韵律感，同时展示了一位女子体操选手的她的这个体型的这种优美，而且中间就是可怜你断了一点。对对对，今天婷婷这整套啊发力很果断，而且她的落地也很果断。对，而且今天从她一上场，她的那个面部表情就能看出她今天这个气势很足，她这个前团特别果断，就很果断的马上就站起来。她其实蹲得比较低了，但是今天她稍微有一点点可惜，就是他这几个连接串断掉了两个，所以就会影响到他的起评分。但是他今天完成情况还是挺不错的。不愧是拿过平衡木世界冠军的选手，嗯，他很稳，就是感觉到是可以信任的选手。带上上大赛有在核算分数，出分了，6分，难度6.0，完成8.533，14.533，目前排在第二。